Chris 不要再笑啊！好，接那首 Chris， 背手阿胜，鼓手 Super Master Alan， 我们的美女 Keyboard 手，Super Angel， 怎么好像去到 A 什么的？不是 ，Super Keyboard Master， 优惠。那个不用介绍。你这个人很坏心哎，左右都要忽略掉。虽然他没在镜头里面，他们表演老半天都没照到他们，我还是介绍一下。我们的吉他手，节奏吉他手，世界第一把，台湾第一把，哎，怎么往回走啊？台东第一把，花莲第一把，好，哎，陈晨，掌声鼓励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东。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唱片呢、啊，在我们的他们的左方有买。好，现在老板在对不对？老板在哪里 ？Andy 在哪里？听说买两张有打折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好，就是买两张，就是白明光的一张，我的一张啊，有打折 discount。还有最重要的啊，有签名。你要我们签到十二点也可以，我们一直签下去，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，好吗 ？All right， 听一下我们的在地音乐，台湾足迹。因为做音乐其实不怎么辛苦，你好像说反话啊、哦？没有，其实唱歌很快乐。哎呀，不唱歌不行哦。那因为唱歌是我们这些音乐人啊，做音乐的人最快的一件事。今天不管有多少人在这边，我们都是很开心的，那才叫唱歌，好不好？接下来下一首歌呢？啊，不要忘记听我们唱片啊！啊，下一首歌其实非常有意义啊，在120年前呢、我们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，就是甲午战争，对不对？各位知道甲午战争？啊，就是割让台湾有没有？我没有，不跟政治无关，我现在讲跟政治无关哈、啊。然后台湾就因为他那个清廷在东北打仗，结果输了以后，哎，奇怪了，距离3000公里之外的台湾被割让了，还关我们什么事？好，其实真正的抗日呢，我们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，所以呢，我为了纪念这些先民们，不管是就是河洛人，或是我们的闽南人啊，就是还有我们客家人，还有我们的原住民朋友，大家都一起抗日，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。这些人的统称叫义民爷，他也为我们牺牲了，才有现在我们这边唱歌哈，大家在享乐。好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。120年，两甲子之前，啊，乙未年，乙未战争，啊，虽然过了，不过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歌颂，因为呢，台湾现在正是需要这种精神呢，才能走入国际，哎呀，走向世界。好，各位说对不对？加油啦，加油啊 ，Go for it！ 这首歌叫义民爷。
心。